U an lo pan yang ni hao. Rang wo zhe wo jie shuo, wo de ming zhe chao ru min ni, wo jin nian shi 48岁。我身高150公分，我的体重58公斤，我高中毕业，我的身高，我分开了，我有一个小孩，17岁，我有一个姐姐，2个哥哥。我没有父母，亲不我的父母死掉了。我的妈妈的名字让迪能，我的爸爸的名字三嘎迪。我姓回教。我上京才6年在新加坡。2个老板，我出去2006，我回家2009，在安摩基奥我3年，我在安摩基奥哭，阿公有90岁，阿妈有95岁，我哭阿公有生病，然后。出去在医院，我在家里有整理在房间，这里在房家。我出去在市场买东西，买菜，买米，然后我回家我煮饭，煮稀饭，然后我。当衣服洗衣服，洗晾衣服，然后我给他做饭给阿公，给他吃油，然后我回3年我回家了，在印尼，然后我出去在新加坡，在妈妈艾琳，2009，然后。2012，我在巴西里，在妈妈艾琳3年。